第90届奥斯卡获奖名单已经公布，加里·奥德曼凭借《至暗时刻》获得最佳男主角，弗兰西斯·麦克多蒙德凭借《三块广告牌》获得最佳女主角。最佳影片奖是《水形物语》，而他的导演吉尔莫·德尔托罗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奖。阿里森·珍妮凭借《我花样女王》获得最佳女配角，山姆·克洛威尔凭借《三块广告牌》获得最佳男配角，《寻梦环游记》不负众望的获得最佳动画片长奖，《亲爱的篮球》获得最佳动画短片奖。此外，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、《敦刻尔克》等电影也纷纷获得殊荣。至此，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圆满落幕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